Hello， 朋友各位，我是峰峰，我们今天玩的就是 Minecraft， 没错，我们要玩的就是这一个 Edge of Dream 禁止边缘，那我们就继续开始吧。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是直接跑中间那个天堂之塔了，不要前往天堂了。不过在那之前呢，我还是跑回来这里。我这边先弄了些东西起来。哎呦，也太痛了吧！我这边要准备一些东西，所以我就把这边先挖空了，对，然后弄了这管叶出来。对，所以至少我的钻石镐现在是还不错的状态，很棒。弄一次就是有这种效果。这样其实我吊罐也应该重新弄一次。我青菜了。然后是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一些食物啊什么的，还有就是材料盖够多，所以我决定多带一点石头。这样的石头量够用了吧？这种石头量够用了吧？再不够用我也是没办法了。我这边这个地方才是我们要走的路。我这一直以为这个地方是没得走的，现在看来是错的。拍谁忘记了？估计全部都是以枯光为主的攻击方式吧，我猜。然后我要重新调整我的，要重新调整一下我的那个攻击模式。哦，总的来讲是没有所谓的安全点的。这什么三昧真火？哎呦！就还好，我身上穿的是很 OK 装备。哎，先找个地方躲着。好，然后这边先收起来。不需要这么多，有就好了。把这个换过来。打开一座海晶灯塔。海晶灯塔是什么东西啊？说一下吧。现在讲不明不白的，我怎么会知道这是干嘛的？谁知道这是什么？哦，好痛哦，好痛哦！呜呼！啊！哈哈哈哈！哇！哦，摔死了，没办法，因为那是我的问题。可是变成说我需要一个可以睡的地方了。不对。哦，先睡觉。好，这个地方就可以不管了。哎呦，嗨，哈哈。
Mexico 是哪？哦，好吧，这就只是单纯的一直把你射下去而已啊。我其实可以往上挖的吧？大什么东西？呼！没关系，哎，啊，我怎么会来这边？我来这边是怎样？啊？这下尴尬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算了，我还是先飞过去好了。啊，现在目前没事。我没有什么觉得好像它不好什么的。再见。真的爬上来之后，这边反而没有用了、啊，因为不会有怪出，不会有怪出生了、啊，生不出来了。他咋不出来、欸？放着，我忙。某人日记，本篇剧情较为关键。先看看那地球是什么。音乐播放器留给韩，里面是韩最喜欢的音乐曲。想射我啊？到底？天堂之塔的顶端有个恶魔骷髅，他本应是地狱虚空，却成为了神而飞升天堂。他的强大使他无视虚空以外的任何伤害，也是因为这点，他成为了丛林之王。阿毛认为他守护丛林岛的秘药绝不会失手。What？
这里曾经发生过太多太多的巨变，时空的裂缝，混沌的空间，记忆的消失与重整，我所了解的所有内幕都在传说中的日记里。雅克特，你也应该去读读，我相信我们马上要见面，这个魔王阻挡不了你。What？ 所以我是雅克特，还是我是轩？乱。对这个 boss， 你的任务就是要不断的利用吉特把他打到虚空。右边有个 boss 计时，我也会在计时达到100秒时打开天堂之塔一层，前往通往地下一层的门。你把他打进去后，自己也跳下去。那里有我放置的按钮，你按一下之后呢？按钮。我要一直从上面打下去，是不是？100秒时，把他打进去，我只打进去虚空就是。再说一点，每一楼都会有每一层的 debuff， 你要小心谨慎。地下也会有其他的怪物 ，boss 死亡会不掉落，所以请设定。之后请重新设定死亡掉落或不掉落。这个 boss 不会死，门就不会打开，所以 boss 可能会躲着你。确保你知道它的大概位置放在哪里。如果它已经你死了，重置世界线，好吧。高级退的啊，要用高级退的攻就是，做祝你好运。看来要用的是这个。我吸到什么？我吸到正丢垃圾。你，呜呜呜！哦 ，God！ 他来死！没办法轻易的把他打掉。为什么我又在这个地方啊？跟我放屁吗？这个嗨，
是我正好有这种弓箭的话，那我不就完蛋了吗？现在就是等时间是吧？等时间也太漫长了。啊，是搞这一套、啊。就下去了。恭喜击败 BOSS， 我在镜头等你。是镜头？哪个镜头？什么东西的镜头 ？What？What？ 你在想干什么？热眼小镜是有多热？是想干嘛？雅克特，哦，不是玩家，我们快就要见面，你应该知道我是影。我们下面要进行一次商谈。虽然之前世界里我们是好朋友，但我必须谨慎，因为你我的目标可能并不一致。先把全部装备保存在末影箱或者旁边的箱子中，这边前我会清除你身上的所有装备。OK， 三分很多哎、欸。老半天，现在我要把我身上的东西全部清掉。清掉就清掉。哦，刚刚好哎。请务必离开一次。啊，是这里啊！等一下，问题来了。我的某次有爬上来过，所以东西被我弄掉了。北七。所以我就是雅克特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！雅克特玩家，你们好，我知道雅克特已经有了自我意识。好，选择权交给你们，最重要的火山我已经，所以只需要救两个人，夺你身体的控制权吧。我叫我儿子，为什么？哦，原来丛林岛那个东西打完之后，接下来就只剩下这边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可能下一次就剩下的东西其实不多哎。合作跟不合作，别人说是我要选择说，合作之后就会前往真实世界，不合作可能就是我要跟影去打，对不对？看就，反正下一次一并打完就好了。就是这样子吧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，See you。